男子甲组五千米决赛第一次召集。
组五千米决赛最后召集，男子甲组五千米决赛最后召集。应赛的召集处设于比赛的起点。比赛的起点。男子甲组400米男决赛名单：第一线卢子健拥有，第二线张泽星康乐华，第三线黎伟明方润华，第四线黄俊恩方润华，第五线欧伟君康国华，第六线李志鹏天水围巡道，第七线范明月依足救生会，第八线林子聪。天水圍巡道最後召集，召集處咧設喺比賽嘅起點。